姬存希邀您观看《我喜欢你》，既要精致美食，也要璀璨颜值。姬存希小金钻补鼻霜，长效遮瑕，持久清透。喜欢你，没道理。在外面出差，难免会有无聊的时候，肯定会认识一些新朋友，也很正常哈。但是，你不属于这儿，你的工作也没法让你在这儿久留。订机票就同城，两亿用户都喜欢的同城旅行，邀您观看《我喜欢你》。说完，别按上了，都不听，都不要了。我以前总是说爱情让人遍体鳞伤，以为是个修辞手法，没想到到你这儿反而成了个客观描述。楠楠，你说这陆金又不在，那伤给谁看呢？干嘛什么呢？我都已经这么惨了，你们俩还说这话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不是，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？确实让人匪夷所思。顾胜男，你是不是拿走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，遭到了上天的报应？我没有。自从陆桂芒来到紫金之后，我一颗小番茄都没偷吃过，我老实得很。哎呀，招娣说的不是这个，她说的是那个吻 ，kiss。那就是意外。我早知道不告诉你们俩，真烦。哎呀，意不意外谁在乎呀？关键是那个吻属不属于你啊？不属于你，你拿走了，你当然要遭到报应了。哎，你仔细想想啊，在那个吻之前，倒霉的人是不是陆静？在那个吻之后呢？哎，陆静有再受过一点伤吗？这转了，好像真的没有啊。怎么样，今天的面试觉得？没问题，挺好。那个程子谦是你的大学同学？同班同学。哦。毕业之后他就出国留学了，没再见过。这次也是一个朋友把他推荐给我的。OK。说他在酒店管理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，所以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事儿你定就行，不用跟我说。那我就通知他办理入职了。这两天，我们再把涿州这边的客户见一下。就这么定了。老板，饿了吧？工作终于结束了，可以吃口东西了。你想吃点什么？迷迭香羊排怎么样？在这儿望梅止渴呢，还是睹物思人呢？没有，我就是单纯的饿了。啊，饿不怕。这样吧，您要是不想吃酒店的菜，我带您尝尝当地特色。
可是我今天的话也讲多了，累了。嗯，那要不给你打包一份回来？行，走吧。那你想去吃什么？自己去吧。嗯，走。好好好，走走走。特意为你做了琥珀核糖，我就是怕你吃不了甜，我做的时候少放了点糖。你得多吃点这个，他们说这个是补脑的，对身体好。你再尝尝。不要乱跑了，老老实在家里待着哦，省得加重伤情。我是一个人在家待的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所以说你要多来陪陪我。陪不了哟，我这周业务实在是繁忙，腾不出空呀。那你走吧。那我正有此意，我先走了啊。徐超弟啊，你真的不留下来跟我共进晚餐？供不了呀，我一会儿还有一个饭局呢，我就不能陪你了哦，我的小乖乖。那我先走了哈，有事儿给我随时打电话哈。Thank you 你的可乐哟，么么哒。你那瓶子记得还回来啊。Cheers。豆泡，那个菜你别炒了，走了。小南，你看谁来了？好久不见。蓬莱，过来过来。秀儿，不要玩火，你居然跑到舞台上去了，你看看你这个德行，差点把厨房给我烧了。我打电话给你爸，让他马上来带你回家。秀楠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谁放我？我要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流浪去哪儿都行，叫你管。哎，等一下。去哪儿都行，那你去我家吧。我不告诉你爷爷，咱们让他急一下。走吧，多吃点，不着急，慢点。我决定了，然后就住你家，再也不理爷爷了。多吃点。你不会烦我吧？不会。永远不会？永远不会。想什么呢？子谦哥，哎，你就说背不背？我跟你说，真的是闻所未闻，说者无心，听者落泪。哎呦，跟我这拽什么成语？咱俩也就是普通朋友关系，还没到查岗的份上呢啊！有事儿没事儿啊，就给我打电话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在点菜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你。吃什么呀？想起我？吃火锅，打算吃条鱼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条美人鱼喽。真聪明，而且我马上就要把它吃掉，一口一口。
那你可要小心，美人鱼可都是会咬人的。哇哦，会咬得我肝肠寸断吗？你只会欲罢不能。你到底点不点呀？不点呀，就给别人让位子。点点点，我要一条美人鱼。老公，有人调戏我。涿州这天儿不错啊。非常不错。台风马上就来了。也是。你今天给顾胜男那个闺蜜打了一通电话。打了。要不然也不会因为误会白挨了一拳。疼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她那个闺蜜有没有跟你提起另外一个闺蜜的事儿？你说的是你那个闺蜜还是我这边这个闺蜜？你想对称吗？你先不要打我，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关于顾老师的。放下。也不知道顾老师是被哪个倒霉蛋亲了之后就开始走霉运。哎呀，顾老师这事儿真是闻所未闻，说者无心，听者落泪。也不知道顾老师出院了没有。你说什么？顾老师这事儿真是闻所未闻。最后一句。说者无心，听者落泪。也不知道顾老师出院了没有。他住院了，为什么？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。你给我长话短说。听说顾老师那天从楼上滚下来了，然后120来了就被送医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前两天。我刚听徐招娣说的。你要是敢骗我，你死定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我有半句虚言，我让天打我。老板，李明，给我订一张现在飞苏海的机票。陆总，因为天气原因，所有航班都已经取消了。换高铁。兄弟，把车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台风到了，我走了一辆车就没了。车就在那儿，要不上去聊聊？你去哪儿啊？苏海。苏海？小莫，聊啥呢？怎么就没车了？这先生啊，打车去苏海。哥们儿，开玩笑呢吧？这去苏海你得坐火车啊。有票，我还用打车吗？那这苏海也太远了。得耽误我多少活？回来。你车在哪？车在那，放心，正规出租车啊。可以。嘿，哥们爽快，先加个微信把账结了。规矩。你扫我扫你？你扫我。不累。我今晚要回一趟苏海。什么？老大，这外边台风马上就要来了，你飞机高铁应该都停了吧？我包了辆车。这从这儿回苏海开车得10个小时吧？你留下来把我后面的事情都处理干净。啊，还有，稳住林哥，就这样。哎，喂，师傅。我们能按这个导航上的时间准确到达地点吗？放心，肯定没问题。谢谢。乘客已确认，请于9分钟后到达乘客上车地点。你刚才是接了一个订单吗？嗨，现在不提倡低碳节能结伴出行吗？
幸福是什么？就是一蔬一菜、锅碗瓢盆、衣服包包，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。但他们都好费钱哦。还好我有唯品会，衣服、厨具、日用品，三折就能买到，品牌特卖，就是超值。上唯品会搜“喜欢你 ”，get 我的同款好物吧。把耳机带上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太投入了。哎，大哥，看你这气质可不一般呢。你是当大老板的吧？你是做哪一行的呀？酒店。嘿，太巧了，我也是干酒店的。哎，大哥，你酒店开哪儿的？生意怎么样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们那边旅社价格可划算了。商务套房平时一晚才59，周末也才79，钟点房就更划算了。咱们加个微信，以后啊，咱们在酒店这上面有什么经营理念呀，有什么想法，大家都可以沟通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大哥，我扫你，来，不加也没事啊，说不定哪一天你就到我酒店住下了，到时候你提我名字哈，到时候你来找我，请你吃饭，给你打折啊。你是不是困了？行，那你先睡，我继续听我的歌啊。戴耳机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没戴耳机，我不放了啊。我回来2年了，但一直都在涿州酒店上班。本来想回来看看的，但工作太忙，实在没机会。正好呢，这次合约到期了，我终于有机会回来了。你怎么样？你现在变化真的挺大的，真的是长大了。要不是顾爷爷带我来见你，我都不敢认你。妈，现在漂亮到你都不敢认了？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走的时候我才12、13岁。哦，对，小学毕业那会儿。真快。我现在都21了。我听说你在酒店工作，我也在酒店工作。我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当厨师，整个后厨就我一个女孩。真的，我是凭自己真本事进去的。厉害吧？你在哪个酒店？嗨，别提了，出了一点小状况，就停薪留职。哎，对了。你腿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好多了。哎，我忘了，我们家盛楠长大了，不再是小时候那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没事就离家出走的小姑娘了。啊，这样吧，我今天以咖啡代酒，祝我们俩久别重逢。好，干杯。干杯。慢点。没事，好多了。子谦哥，你就先回去休息吧，就在这楼上了，你就别送了。我送上去吧，脚不方便。那也行，上去喝点东西，也认认麻。之后呢，有什么好吃的就全都送过来。走走，小夏，明天上午我陪你去医院复查吧。好啊。哎呦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，那么晚还能叫到车。司机师傅，你干活挺拼命的哈。哎，那你得感谢后面这位，从涿州上了车到苏海，厉害吧？哇，小伙子。你厉害的，佩服佩服。哎，你们肯定都饿了吧？哎，你吃不吃？开车。哎，小伙子吃不吃啊？我不饿，谢谢。小伙子，你那么远那么赶，是不是因为爱情啊？你不说就肯定是的啦。怎么了？两口子闹别扭了？打架了？哎呦，看你这岁数应该有孩子了吧，为了孩子你也得忍呐。哎，
小伙子，你到成都来干什么？出差。出差？哎，我也是来出差的。哎，我这次啊是到成都来签一个饲料合同。我在老家啊开了个养鸡场，那生意不要太好。我在我们老家怎么样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企业家啊。哎，当时啊我老公追我的时候穷，他怕我看不上他，然后呢又没钱给我买礼物，就悄悄的去学习织毛衣。哎，你看这件就是他给我织的，好看吗？哎，小伙子好看吗？我知道你们有钱人是看不上的，但是我觉得好看呀，我穿了好多年了都舍不得扔。我还是觉得我老公给我织的这件毛衣暖和，真暖和。小伙子啊，两口子过日子呢，就是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能够多见面就多见。你干嘛突然对人家这么好？不过我们老板现在就是你对我好，我也会对你好。你要是想吃，你就到我家来随便吃。杨飞。我担心你就像梦一样消失了，突然间世界空了，我最惧怕。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我最惧怕，所以就紧紧地围绕你呀。就在此刻，心月亮落下不见，从未改变，诚心许愿，就是希望你围绕我身边，直到太阳升起，生命回到原点，所谓改变我的许愿，请求你来点亮我的世界，我的世界。小伙子，我到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大姐。哎。您这件毛衣好看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祝你早日找到你的爱情啊！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大哥，哎，醒醒，哎，大哥，到了。嗯，到了是吗？这是哪儿？苏海啊。什么？不过我这车啊进不了市区，车牌不对，那个只能把你送到这儿啊。等会儿，这不是我要去的地址，你要把我送到我去的地址。哎呀，要不说人得有同情心呢，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我让我弟弟来送你，他就在后面等你，直接把你送到家，绝对的一条龙服务啊。生意没这么做，这不没办法吗？这车进不了市区，下车吧，下车吧啊！好。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哥们儿。是你不？哼，你是他弟弟？嗯呢。地址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他负责进郊区的行程，我负责进市区行程，走还是不走？咋这么磨叽呢？车呢？那么大车看不见啊。慢点啊！好，小心小心。嗯，没事。那盛楠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改天我们再一起去看顾爷爷。行，我下次一定给你做一桌的大餐，让你好好尝尝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那我走了。注意安全。嗯。顾盛楠。那个程什么？
程子谦，我不需要你提醒我，他为什么会送你回家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陆总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没时间吹头发呀？那我昨天晚上出了点状况。你别跟我打岔，我问你，为什么程子谦会送你回家？跟你没关系。你的腿。我说了跟你没关系。您不是都说两清了吗？你干嘛要站在这假惺惺的关心我呀？嗯？我们能进屋说话？不要。陆总，是您说的再也不来这吃饭了。也是，你这个人打脸打上瘾了。以前说不吃我做的饭，又跑到大排档里去吃，吃了又告诉我要两清，要回去工作。现在又出现在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站在这儿。我就听说你从楼上摔下去，我想过来看看你。对，是我不该从楼上摔下去的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摔下去了，我摔死我也不让你知道的。People come and go, but
I want still loving you.